曾经就是有被那种西门町的老爷老北北老北北对、嗯，就走到我面前说哇塞这样多少钱？对，哦，哇，以为你是援交妹。嗯，一开始我还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是，嗯，对。后来怎么懂的？就是旁边的朋友跟我说的。问这个李小姐，你这样的外形，是不是每一个人对你的永远都讲哇你好可爱哦、喔？嗯，对。从来不会有人说我正，就是都会说可爱，所以有一些失落，因为还是希望有人称赞我说啊你好正。所以正跟可爱这两个字眼在你们女孩子的世界里是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平常的造型也是属于可爱风吗？就是色系上面，我觉得比较偏那种粉色系。哎，你指我干什么呢？是我很粉，对，就可以避掉可爱。请走个台步，对对，开始啊。还是可爱。不会动人，没有办法。会有男孩子去跟你搭讪吗？国中生很少，因为我觉得跟我同年纪的男生看女生都会觉得，就是那种性感身材那要辣。对，那你去西门町应该很困扰吧？西门町曾经就是有被那种西门町的老爷老北北老北北对，就走到我面前说。哇塞，这样多少钱？对，哦，以为你是援交妹。嗯，一开始我还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是，对。后来怎么懂的？就是旁边的朋友跟我说的。你旁边朋友没有翻脸啊？没有，他是把我赶快拉走。他这么可爱，那如果要转型成为一个比较成熟妩媚的样子的话，难度很高吗？我觉得其实他现在是一个比较日系的痛。因为他实在长得太可爱了，所以其实他这个也是一个娃娃妆的感觉。是，那我觉得假如说要把它变，你假如说拉到太性感，又好像怪小孩子穿妈妈的衣服，对，所以我把它拉到会比较欧系一点，那基本上也是比较欧系，是欧类 O A L 系，比较欧美的感觉，然后比较等于是可爱的礼服。这样应该会比较成熟一些些，就是他的眼睛，眼睛，对，就是眼神上可以让他再成熟，然后让他稳定性再够一点，这样，是不是要让他再更犀利一点？没有到犀利，对，但是可以让他稍微比较成熟啊，可能眼妆上会颜色稍微重一点，比较神秘一点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在性感的路线上，一般来讲，眼睛它其实就是在那个眼神啊，一般就是眼线啊，或是我们在讲一点小烟熏的这种效果。哦，小烟熏，那就厉害了。哎，来，让我们欢迎。首先，李佳颖。对，开始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习惯这样穿？我不会走路了，手。可是，跟你之前的穿着，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就是手背啊，自己都露出来了，好。这样并不会让我们男生感觉很露啊。对啊，其实这样并不露，真的不露。真的吗？就是会觉得比较，哎，该有一点小性感都有。对对对，小女人的感觉，对对，小女人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真的是在眼睛上面经过这样一画后，真的变漂亮哎。而且更有神哈，比较媚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